宾小伦，欢迎。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，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。欢迎林宥嘉。陪我昏昧，丢了他的人生，成家立业之类的等等。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，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，还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，你还能要我怎样呢？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，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。那真幸福，幸福的真残忍，让我有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。先不要动啊！好，先不动，先不动。同学们来投票，有没有像林宥嘉呢？圈茶。好，好，俊彦，俊彦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俊彦。哇，那其他都是擦，这个扁掉了啊！哎呦哇！但是听你的，哎，我们看一下美女哦，来璇璇，因为我觉得她唱歌的脸好可怜，不要打她。啊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对呀。哦，所以你完全没有在听歌声就对了。她有几个音，还是那个鼻腔是有像，还有那个哦这样子，还是她很像你前男友？没有。歌声是些东西。好，小兵，我觉得她长得好像有点像林俊逸耶。然后一个感觉，真的，像林俊逸，因为我今天有稍微，我们另外单元明星没有没有，我有试着模仿过林俊逸，那你要来干嘛干嘛？反正都被打了没关系，对，再一次，还会表演，有点像，放得开，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这蛮像的。一点点啦，就我觉得是音质的关系，完全不像也不太对，有乐趣了，一点点鼻音这样，可能是你的音质本身就比较不是跟他们那么像，对不对？好，嗨咖，就虽然你刚才被砸了，可是我觉得你还是有一点像，那有什么诀窍吗？我觉得林宥嘉的部分是他唱歌就是要有 O 字的嘴型，比如说你要把它包覆起来，像是 Hey boys， 等什么？看见什么？吃什么？哦，就是这个是在 Ken 哥面前 ，Ken 哥 ，Ken 哥嘴型，嘴型要怎么样 ？O 字 ，O 字，你看他有多 O。Hey boys， Hey boys， 等什么？看见什么？吃什么？我爱的人。我林宥嘉，我爱的人，压力太大了，压力太大了，真的压力很大。